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孔家，我是小玄子姐姐。今天羚羊老师要带着小兔、瑞贝卡还有佩德罗和我们一起来玩手工彩绘蛋。我们这一节课画的是生日蛋糕，下面还有一只可爱的小老鼠，它是糕点师。这个蛋糕自然是它做的啦。的，我们来画，这是一个三层的生日蛋糕。我们先给它画红色的草莓奶油。接下来涂上黄黄的一层，再选择黄色的，给它做一个底部。它的盘子要什么颜色的呢？我们涂上蓝色的吧。接下来插上蜡烛，黄色的蜡烛。红色的蜡烛，有这只可爱的小老鼠。再涂上绿色的小老鼠。
好，这一个生日蛋糕已经完成了，小朋友们喜欢吗？喜欢的话请关注并点赞小孔家，我是小玄子姐姐，让我们旋转这一颗神奇的彩绘蛋吧。